大家好，我是石玉兰，一起来关心三月八号的大花莲地方新闻。八号是国际三八妇女节，也祝全天下的女性朋友妇女节快乐。而花莲县政府也特别举办了三八 Happy Woman's Day 大女子小市集系列活动，由卫生局规划了免费健康检查，同时还有花莲县按摩职业工会特别为县政府的女性员工进行肩颈按摩，期盼能够纾解女性同仁的身心压力，也为自己的健康来把关。一年一度的三八妇女节又到了，花莲县府人事处延续去年三八妇女节幸福氛围，规划三八 Happy Woman's Day 大女子小市集系列活动，由卫生局在县府大礼堂提供免费健康检查，另外还邀请花莲县按摩业职业工会盲人按摩师为县府女性员工按摩肩颈舒压。所以今年延续了去年吴立明处长的这个第一个贴心的作为，请大家请我们的视障协会来帮我们，盲人协会来帮我们做按摩。第一个让大家轻松一下，尤其是我们妇女姐妹，家里要顾，事业要顾，工作这都非常的繁忙。所以在这里请我们的真的盲人协会来协助，来给大家轻松。第二个，在我们后面。在这个后面公共区域有这个几家的我们的点心小铺，是花莲县政府我们同仁在网络上票选出来的，邀请他们来设摊，然后我们今天有这个礼券，那大家也可以去那里采买。免费健康筛检包含 BC 肝炎抽血检验、妇女乳房 X 光摄影检查及子宫颈抹片检查等。在退府科旁川堂也举办大女子小市集，有吃有喝又有得买，期盼纾解女性同仁身心压力之余，也提醒为自己的健康做好把关。记者蒋邦彦华联社报道。